大家好，我是湾区房产经纪人安娜，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在有 HOA 的房子买卖交易过程中 HOA 报告注意事项。一、是否有 litigation， 这关于你能否贷款。一般的 lender 对于房子质量问题的 litigation 都不能贷款。二、是否有 special assessment， 这个意味着买家除了要缴纳 HOA 费以外，还要出一笔额外的费用用来 HOA cover 区域的修缮。三、出租和自住的比例，如果是 condo， 这个比例大于 50% 也会影响贷款，尤其影响投资贷款。四、出租限制以及出租比例 cap， 有很多 condo 是不能用来短租，用来做 MBNB 的。如果已经达到了出租的 cap， 意味着小区暂时买进来的新房东暂时不能出租，投资客买这个房子就失去了意义。五、HOA 资金情况，如果 HOA 的资金存量不够，接下来又要大修，就会造成入不敷出，很大可能 HOA 费用要涨。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买房过程中 HOA 报告特别要注意事项，可能会影响到你是否需要购买这个房子。